教庄子的多了，就算台大也不止我一个人了。可是他们不会像我这么教，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认为庄子他不说，他不说他的意思。我刚才在那里。 抄了几句，我现在不抄了。庄子的注有名的就郭象，郭象注说，不可以一图解，你不能用一个方向、一个情况来问他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不一的。 怎么说呢？当然，我要说的当然不只是郭象这个说法。实际上，郭象也只是认为庄子他的看法是多方面的，不只限于一图。 可是呢，实际上他等于是不说，为什么？因为庄子他与众不同。刚才我说了，我为什么要教？我可以教别的子啊，当然别的子也不需要我教。 庄子也不一定需要我教，可是我就觉得我非教不可，因为没有人像我这么教。最普通的这个，我们说三尺童子不识之无，还没念书，顶多上幼稚园。可是他已经知道。 什么故事啊？预言故事啊？预言这个词哪里来的？是庄子创造的。在庄子以前有没有这个预言？没有啊，所以是庄子创造的。哦，龟兔赛跑啊，什么什么，不但中国有预言，还外国也有预言。预言了几千年。 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呀、啊，预言就是预言嘛。可是庄子创造的，庄子里面有龟兔赛跑吗？没有啊。庄子的预言是什么？哎，那个庄子预言是另外啊，这个反正是意思不在这里啊，是言在此而意在其他的地方，而意在是言，反正。 就是预言，哎，预言就是预言哦，预言就是预言。我现在要说什么？很简单，预言是拼音呐。预言拼音是什么？小学刚刚一年级开始怎么样？学波波摸啊，学波波摸干嘛？拼音呐。 妈妈，妈妈什么？妈啊妈，爸爸呢？爸爸，圆呢？圆怎么拼？圆圆嘛，对不对？拼音是庄子创造的吗？当然也不是。 这个字念什么？不认识，不好意思讲。这个人呢，居心不良啊！你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他心里怀什么鬼胎。居心怎么念？
居心不可测啊。我以后常常画这个符号，这个符号是什么？两个字拼起来发一个声音，可念什么念？当然不能用现在的说法了，念可以的可，现在很多方言都念口吧，你不口什么？用一个字就用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大家也见过这个，看过没有？古时候鱼念什么？念乌啊，乌鸦的乌就是这个。猪什么？猪就是织乌啊，猪啊。什么见猪什么什么，就是见之鱼什么什么嘛。所以有人写见猪鱼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是画蛇添足，这不是预言吗？对啊，是预言。可庄子里面有吗？没有画蛇添足啊。所以庄子的预言是什么？预言是拼音呐、啊。有没有人叫庄子这样叫？你找出一个来，我给你一千万。当然我没有一千万，你也找不到。所以我为什么那么老了还要来教？我觉得我有使命感呐、啊，因为几千年没有人这样教啊，没有人打破这个预言是圆这个意思啊。哎呀，你这胡说八道，你就这么一个。不是这么一个，我要教庄子，就是因为我教了40年，我才发现，我要早发现，我现在我也不教了，教40年还要教什么？对不对？我发现的太晚了，不是我发现太晚，我是慢慢发现，可是我慢慢要求证啊。啊，你这是孤证，啊，就这么一个。我孤证，那我怎么好意思讲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什么？那是偶尔碰巧啊，你碰到了，瞎猫碰的死耗子了。对啊，那算学问吗？那当然不是学问了，啊。可是庄子要拿证据啊，庄子拿证据就比较难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愿意说，庄子是什么时候人呢？战国时候人，战国时候谁什么人最多啊？辩士最多啊，能言善辩的人最多，所以有谁啊？大家都知道什么苏秦啊、张仪啊，什么什么都。对不对？不胜枚举，大家都变了、啊。写啊，写下来就是子书了，啊，这个子那个子，诸子百家啊，当然不一定有一百了，那没那么多了，嗯。可是大家都怎么样？你们那么多人来干嘛？来听我说。我说什么？众人皆醉啊，你们都糊里糊涂啊，你们来听我讲，因为我醒嘛，我要教你们嘛，真的吗？对，其他的子都是这样，懂了没有？不懂，不懂我再讲一遍，不清楚我再解释清楚一点，让你懂为止。庄子呢？我说庄子与众不同啊。为什么？那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你们还没有念庄子，知道前面这八个字吧？哦，知道，你们都知道。
明明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。我教了四十年，我也背到这里就不会背了，下面不会了。会，背到这里，那这就够了。化而为鸟啊，鱼变成鸟了。鱼怎么变鸟啊？去问生物系。生物系有没有人说啊，庄子的鱼变成鸟？有没有人解释？没有。那化学系，化学系有人懂吗？也不懂了。什么化学是鱼化成鸟了？没人懂。我为什么要教？我又来了。因为我过差不多一个月两个月，我跑到重庆南路的书店，大概是最大的是三民书局了，我就进去看看。哦，又出一本庄子，啊，庄子哦，那么厚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从头翻到尾，十几万字翻完了。他没有说鱼为什么变鸟啊，他翻译啊。过几年又翻成一本，哦，又是某教授翻成一本，嗯。有没有人讲？没人讲，没人讲，我只好来讲了。讲什么？讲鱼变成鸟，鱼怎么变鸟？当然，我没有念过化学，我也没有念过生物学，我怎么能懂鱼怎么变鸟？可是我就慢慢的来证明，证明什么？证明庄子他。有人在笑，对他本家，对呀，我大概是二十多年前，我还在教庄子啊，我说我教了四十年了，啊，说有个同事啊，你教什么庄子啊？庄子是假装的，我说怎么假装的？那我教的不是白教吗？后来想想，真的有道理，他是假装的。这大家都懂啊，每年正月十五。阴历正月十五什么节啊？灯节。灯节怎么样？吃元宵嘛，是元宵节嘛。吃元宵，哎，也有道理哦。吃元宵还要干嘛？灯节嘛，要打什么？打灯谜啊。现在呢？现在几乎没有灯谜了，没有灯谜了。哎，这又说，反正现在是没有书了，也不讲书。中秋节为什么要烤肉啊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刚到台湾说，我当然来台湾已经六十年了，台湾也没有开始烤肉啊。我什么时候开始？大概顶多十年吧，大概20年顶多了。这什么？这个。这叫习惯，习惯成自然。这个习惯怎么养成？这个啊，这个，说来话长，不说了。说灯谜，刚才我说了，那虽然不是灯谜，那叫什么歇后语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庄子，有个教授，他也写了庄子，不过他当然也，不会像我这样说了，很可惜，他现在中风，他，不讲他的名字，他说庄子是谜，
对，确实是谜，他什么都是谜，他的姓名也是谜，我也认为姓名也是谜。嗯，我写了，虽然不是一本书，一个小小的，我说庄周藏道。大家都知道庄周，周跟道的声音一样，藏是个形声字，跟这个庄的声音一样。那么这个不讲了啊，那谜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像其他的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你们不知道来问我就对了，对吗？孟子说过，说什么？人之患，歇后语，不是歇后语了，你们大概都知道，好为人师，做老师都是人之患呐。做老师都什么？传道授业解惑，对不对？就传道嘛，你们不懂我懂，我教你们嘛，对不对？诸子百家除了庄子之外，都是我说过，那位当然很特殊了。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你醒吧，醒了跳河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用？那个时候是辩士很多，大家都怎么样？都争辩。庄子也有书啊，他的书是不是他写的？那是另外一回事，那就是再说了。可是他说过，他说我也辩，可是我是不言之辩。你怎么不言？言是什么？言就是文字嘛，对不对？作诗七个字叫什么？叫七言诗，五个字叫五言诗，对啊，你也有十几万字，你怎么不言？庄子不解释，为什么？他是谜嘛，他要你去猜嘛，他要藏道嘛，他把道藏起来嘛，他也，庄子什么家？老庄啊，当然是道家。你们来干嘛？来求知啊，对啊，求知啊。台大教室不说上万，也有几千吧。每个教室都是干嘛的？都是让你去求知，给你知啊。来了，唯一的来教不知的，就是这个教室。有第二个教室教你不知道吗？我给你一千万，大概你也不必找了，不可能了，对不对？每个教室都是，庄子是什么？庄子他说我不言呐。你怎么不言嘛？他不解释，为什么他不解释？他是谜嘛，他不要解释嘛，让你去猜嘛。所以他不说。我说这个啊，正月十五猜谜，哎，这个什么什么猜对了，猜对了，咚咚咚咚咚打鼓，给一个奖品。对啊，谜底有谜底呀、啊。问题就是庄子他没有谜底呀、
他不说，你不知道鱼怎么变鸟，他不说。可是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也变啊，我的变是不言之变啊。那我也是不言呢、啊。他说我也是变，可是我是言是不言之变，什么意思啊？来了吗？你拼拼看，不言怎么拼出来是什么？就是变嘛。所以我的变与众不同啊，我是不言之变，怎么与众不同？你不是也有字吗？对，我是有字，可是我是声音告诉你是不言之变。可是他说了吗？他不说，说没有人懂他什么叫不言之变。啊，你根本就胡说八道，你根本就是矛盾，你根本就是，对啊，矛盾。可以矛盾呢、啊？怎么矛盾？现在讲这个有一点敏感，那个无所谓了，开开玩笑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说，哎，我们那个我们是讲理的，他们是矛盾的，哎，大家笑了吧？为什么？你听懂了吗？你听懂这个是开玩笑吗？听懂这个是用声音的开玩笑吗？问题是庄子就是用声音在开玩笑，可是你不懂啊。你们懂这个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懂闽南语嘛，对不对？懂的举手。哦，懂的还不少。那没举手的大概不懂闽南语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，如果我在北大念书，在北大毕业，在北大教书，我也教庄子，会这么教吗？会吗？不会，因为我没有到台湾，我就不懂闽南语。所以我现在讲这个，有人说你可以到北大去讲啊，我说我不敢去，为什么？到北大去讲一定被轰出来，胡说八道，你把你赶出去。我可以到厦门去讲，他们可以接受，因为厦门也是闽南语。我现在很多，我到一直到现在，我天天都在。这翻闽南语字典呢、啊，有些个可以来加强我的证明，因为它是谜，可是它没有答案，我就慢慢的从里面找到，哦，原来它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最近好像要有一个电视还是电影啊？台湾是什么？是个海岛。刚才我说，没人知道化而为鸟。鸟是什么？鸟的声音。就是这个声音，为什么？反过来就是这个字的发音保存了鸟的本来的发音，
为什么海边这些个都叫岛？又没有人嘛。你们知道全世界生产鸟粪最多的外销的国家是哪一个吗？我这样一问你们就知道了吗？哪一个？南美洲的 ABC 啊，不是 A 吧，也不是 B 吧，是哪一个？是 C 啊。为什么？它海岸线最长啊，鸟怎么飞都顺着海边飞啊，飞累了怎么样，找那个哎有山顶突出来的就在这儿休息了。所以管这个叫做声音一样。所以鱼变成鸟是怎么样，它是变这个声音呐，不是真的鱼怎么变鸟，不是化学系去化，也不是生物系去。当然人现在人自以为是什么万物之灵，对不对？人可以把什么啊什么都做得到，对不对？人自己为万物之灵嘛，这没有什么做不到的，人定胜天。你定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你看我刚才还在想，在北京的贩夫走卒，至少他们都会两出戏，不是说就完全会了，就是最普通的两出京戏，一个是四郎探母，一个是武家坡。武家坡的头一句怎么唱？点头的你会不会唱？那位啊，你会不会说？说你说是什么？八月十五月光明啊。北京八月十五那个赏月很好啊，没那么热了，穿一件衣服还有点凉飕飕，要带个外套去赏月啊。刚才我说了半天是不是说了北京吃月饼老是要这兔儿爷有兔子啊，跟兔子有什么关系？月亮里面有兔子啊，知道吗？不说这个了。怎么说说谜语。所以他不肯把这个谜底泄露，所以他不说你就没有办法，所以只好去猜。甚至于他对那个他的最好的老朋友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会师，是不是？大家都知道那个所谓的寓言故事，两个人在那看，哎，这个看什么？看鱼啊。哎，鱼很快乐。你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鱼快乐？你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？好，我不是你，可是我们都是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至少都是同类啊。你一定是不是鱼，因为你是人，他是鱼，你怎么知道他？庄子的回答说什么？我们从头来，从头来什么？你问我怎么知道鱼快乐，我站在这里知道鱼快乐。哦，庄子了不起，庄子了不起吗？这叫什么变？这叫诡辩嘛，对啊，他诡辩，那诡辩就赢了，就对了。庄子就比惠子了不起了。哎，这问题就在这里了。大家都懂得诡辩，
所以他就不愿意拍拍老朋友的肩膀，开开玩笑啊，你说我不是鱼，那我就是鱼嘛，我怎么不是鱼呢？我就是鱼啊，一二三四五的五跟鱼的声音是一样的。我要说我生在上海，我虽然到北京，可是我去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，十二岁了，所以我还在上海念了几年书，虽然念的不多，也念了三年。一二三四五的五就跟鱼一样，当然除了在上海，除了上学，还其实上学倒不用上海话了，还用那个所谓的普通话，那个当然南腔北调的老师都有吧。可是在一般的上海人说话，就是吴就是鱼，鱼就是吴，就是声音完全一样的。我说闽南语不一样啊，可是语言的语跟鱼的声音是不是很近呢？语言的语可以念什么？念鱼，那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当然有的念鱼念鼓，可是语言的语也可以念鼓，是不是？鼓言，所以就我就有点怀疑另外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也是很有名的寓言故事啦，杀牛啊，哎，庖丁解牛，你都发出来了声音，对不对？庖丁解牛，牛闽南语念什么？鱼念骨。哎，我这最近我才发现，我原来不是我发现，我老早听过，牛可以念骨，可是我把它扯在一起，我觉得有道理。所以他就不愿意拍拍惠子肩膀啊，你不要跟我变了，我就是鱼，鱼就是我，没有关系了，声音是一样。他就不愿意加这个声音是一样，他就不愿意告诉别人我不言之变，不言拼音就是变。他说过，变也者有不变也。什么意思？他不变还是变，不变跟变不是相反吗？对，相反，他声音不相反还是一样的，不分别。所以他也说，分也者有不分也。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分念什么？古无清纯，古时候人没有清纯，就是唇齿音，佛没有，所以现在有些闽南语，年纪大的、年纪老的不说了，有些年轻的比我年轻了很多，他还是啊，我们要守华，我们的华律华还华华华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习惯，因为闽南语没有这个佛。闽南语有佛吗？没有。这个念什么？念轰，是不是？就发 H。对不对？
那么我现在我说我上来就应该画个圆就算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包括在里面，因为所有的它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哪一点开始不知道，哪一点终了不知道，是正还是反不知道，是正也可能是反，是反也可能是正。所以什么，我说台大所有的教室你去念求知，只有这个干嘛告诉你不知道啊。庄子说知止于不知，因为所有的知都是这么求出来的。我刚到台湾的时候，台湾小姐很年轻很漂亮，当然不是说很年轻了，就是年轻的小姐都很漂亮，当然十八姑娘一朵花都很漂亮，全世界的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刚到台湾嘛，总是新鲜嘛，台湾小姐都很漂亮，很可惜，可惜什么？红豆冰，懂吗？什么红豆冰？往下一看，雪白的腿，很可惜，一点一点，东点西点，点的乱七八糟。为什么？蚊子太多了。后来哎，发明什么 DDT， 听过没有？现在有没有？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了？因为没有多久发现不只是杀蚊子也杀人，很多人得了所谓的癌症。我说所谓的癌症那个字不应该念癌，应该念什么？应该念炎。为了避这个炎，哦，他得了肺炎，不是这个，所以把他故意的声调改了一下。而预言什么？预言其实也是跟语言有关系。当然，预言你拼出来都是语言的声音啊。语跟言的关系，我刚才说过，言是文字，语是发音，啊，语是言的声音，言是语的文字写下来。所以，不到十年 ，DDT 就不见了。发明 DDT 的是什么科学家？发现这个很好用的是科学家。没有几年，科学家又推翻了另外一个科学家。所以所谓的知不确定，常常会改变，会推翻，所以就往前进一步。知止于不知。哦，又进一步，又发明更多的了，更大的了啊！先是原子，又进一步发明了核子，再进一步啊啊嗯。有没有到尽头？没有。是知大还是不知大？知止于不知，不知大于知。
知是如此，时间、空间也是一样。庄子是什么家？庄子是数学家，是文学家，是科学家，是哲学家，他什么都是。我刚才说了，为什么要教庄子？因为他庄子是与众不同，他是了不起的哲学家。听说《齐物论》吧？当然知道，第一篇是《逍遥游》，第二篇就是《齐物论》，是了不起的文章。什么是齐物论？齐物论是万物一齐啊，万物都一样啊。为什么万物都一样？你从最远的啊，这个逍遥游什么九万里，对啊，你从九万里去看，地球就是一个点，对不对？你再远一点，那个点都不见了。你在中秋的时候看月亮，哎，那个天上那个星怎么不见了？不见了，呜一下子不见了。它是可能比地球大若干，不知道。可能不知道，你看得见，当然你看得见还很小了，你看不见的不知道有多大。所以这个球跟这个球距离是多少光年？所以你知道空间有多大？你不知道。时间有多久？你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拜托你这两条线就不要画，不要画，你还能知道什么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为什么最有学问的博士前面加 PH？ 因为你所有的学问到最高都是 PH， 有道理，有没有道理？道理。好，休息一下。你们有的要想要加是不是？加要签名的，嗯。哦，你就从这里比较好撕，这个要撕下来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你这个教室大概可以旁听了，应该没问题。嗯，应该也比较大。今天人多，以后不见得有那么多人。台大的学生常常就这个是电话号码，也是电影的名字。当然你们没有看过，我也没有看。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叫好不叫座，很快就下片了。所以我想去看，哎，已经不见了。可是后来有的时候呢，在那个巷子里面，现在还有没有？比较少了啊。巷子里常常是为什么是酬神谢神呢？还是什么？又演一个电影啊？那个当然看的人不多啊，可是还是有人没有事情就
就站在那里看看，或者搬个小板凳坐那里看看。有一次，俗话所谓无巧不成书，我走到那里看，哎，我就停下来看一看，看看为什么好像是这个电影。我就跑到那个放电影那个一盘一盘的电影，我就看那个，果然是这个电影。这什么意思知道吗？应该猜得出来嘛，对不对？知道吗？懂了吧？大家都懂这个意思啊，对不对？这在台湾尤其是，所以现代人很多人都会利用这个在所谓的开开玩笑了。我再写一个啊。懂了吧？很容易懂，当然懂。现在好像比较少，不是少，戴隐形眼镜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真的，就是在台大大学之道是什么？罗斯福路是不是？旁边那条小的念什么？不是丁哦。应该念听啊，这条路我看到有个眼镜店，哎，他就门口的广告就是这个。过了几天不见了，大概生意不好，本来要去的，一看这个不高兴，不去了。大家都知道大学生就是近视嘛，对不对？小学毕业叫什么？叫秀才啊。中学毕业呢？举人啊。大学毕业就进士了。可是现在进士怎么样？太多了，是不是啊？以前没有那么多啊。以前进士要皇帝点名的啊。而且不是每年考的，还几年三年考一次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再说这个啊。现在台湾的人口越来越少，是不是？生育率越来越低，低到全世界第一了。我想不到，这个是第一。不过也有第二的，好像是第二吧，离婚率是也很高。是这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以前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知道吗？知道，农夫会的，以前他也做过北大的校长。那个时候这个普通教室这个新的还没有盖，那个时候两层楼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在那里上课，他来讲演，他就讲为了这个事情。以前那个是两层楼，我常常在那里说，我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楼塌了。在那个两层楼之前是平房，我还在那里住过，过了没几年就拆掉盖两层楼，盖两层楼又拆掉，盖了现在这个。那个时候蒋梦麟来讲演，因为我在上课，我没去听，我不知道。他讲的主要的是他反对这个人口增加，
那个时候，有个口号叫增加生产，减少生产，懂吗？增加生产是经济，减少生产是人口。那个时候人口增加的很快啊，我们刚到60年前刚到台湾的时候，台湾只有大概500万的人口。当然大陆撤退来了差不多100万左右啊，突然增加了1/5。可是后来人口增加的很快，所以蒋梦麟他来讲演，他就是说那个时候立法院开会，有人是反对减少人口，说我们要反攻大陆，哎，反攻大陆你人口少了怎么反攻啊？当然言之成理，可是问题是你经济不发展，人口增加的话活不下去啊。那个时候蒋梦麟做这个农夫会的这个农夫会，那个时候是美国在支持的。哎，说到美国也是，大家都懂这个两句话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对不对？美国就是中国的萧何。国民党要不是美国的话，在大陆也不会败得那么快，至少不会败那么快。好，不说那个。蒋梦麟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他主持这个农夫会嘛，这个农业生产增加，可是人口增加的太快的话，台湾还是受不了的。所以他说，就算是杀他的头，他也要讲，因为在立法院有人，有立法委员反对这个所谓节育了。那个时候在联合报的这个副刊有一位作者叫何凡，知道吗？现在他不写了，他也过世了。他那个时候每天有一小个方块叫做玻璃垫上，他就写，那个时候有一个，虽然那个时候后来是决定，当然这个人口的问题是不能用法律来说你一定要生几个，还是你一定不许生这个。当然大陆是有过这个所谓一胎化，有这个限制，因为他那个时候粮食什么控制配给的，你增加人口你没东西吃了，所以政府也没有怎么样。这个何凡呢，他当然赞成这个就是节制的啊。那当时有一个机构是半官方的组，半官方组织结构机关，他的电话号码就这个。这个很巧，这个何凡就在他的那个手玻璃垫上那个小方块写文章说，这个事情呢，干脆就让小两口啊，就是刚结婚的，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啊，打这个电话就好了。猜得出来吗？311-9786。我写个草字啊，你们认识吗？认识吧？商议议就去办了，小两口是他们的事情，让他们商量商量，是3年以后再生，还是生一个就好了，还是怎么样？商议议就去办了。319-786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为什么？比较容易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声音的关系嘛。
刚才我写庄孝为，有很多懂了啊，这个这都是跟语言有关系啊。庄子为什么我又回到这句话？我为什么又要来教？因为庄子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啊，他是哲学家。为什么是哲学家？大家认识这个字哈？这个字是什么字？我问什么字，就是说，中国人造字，这个什么？太阳，这个是月亮，这叫什么？象形，嗯，还有呢？指示。会议到形声，中国有所谓六种叫六书，有六种吗？没有，其实只有四种啊。到了形声之后呢，就后面不需要了，形声就够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随时可以造嘛，你有新的化学，用火字边呢，什么金字边呢，都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化学造新的字都可以，你不管你什么，你可以创造，都可以，形声就够了。所以形这个中国文字发展到了形声，就是已经是其所有之大成，就已经到极限就够了。所以我认为庄子呢，他当然跟声音有关系，而很多字刚才我写过了啊，这个字什么字，我问什么字，就是形声字了，这当然是形声字，可是为什么没有四点了呢？四点什么时候谁把它去掉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不知道。它是不是形声字？它当然是形声字，所以导这个字，这个鸟就是它的声音嘛。那么反过来说，这个鸟的声音就跟道有关系嘛。你来干嘛？来求知。哦，你来知什么？来知道啊。对啊，知道啊。北方人说晓得吗？北方不说晓得，都说知道，只有南方人才说晓得。闽南语说什么？说晓，对不对？也晓喂，那不晓了，听不到了。其实这个声音还是道，跟道一样啊。这样，讲庄子什么？庄子什么家？是道家啊，道家。当然讲道，道家是庄子开始吗？不是啊，庄子之前就有啊，至少庄子前面还有个什么？哦，对啊，还有老庄嘛，老子啊。老子姓什么？老子姓李，
对，你说倒也对了，因为老的声音马马虎虎也可以登，至少押韵吧，老道对啊，一半吧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说庄子为什么，就是还有他就是混为一谈，我就等于再慢慢再说啊。老子是什么经？是道德经吗？现在要改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得道经。因为一开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，就是说道嘛，不是。现在新发现的马王堆的老子两个本子都是德经在前，道经在后，是得道经。道跟德他们的关系，德是什么？德是万物表现出来都是德。万物都是得之于道。为什么道不能说？因为你不知道你怎么说。它是什么？说抽象一点，说它是万物之母。万物之母在哪里？找不到。万物是什么？万物是得之于道已经表现出来的。刚才说元宵，元宵要干嘛？元宵要吃元宵。看过做元宵的没有？没有啊。我介绍你们到那个博爱路去看，每次每年的元宵节头一天，在门口就有人在，看过没有？啊，在那里摇，摇什么？摇就是元宵嘛。他那一块块那个馅儿是方的，切成一块块放那里，然后一摇都变成圆的了。我说上帝是干嘛的？上帝是做元宵的，也可以说上帝是做煤球的。台湾看不到这种煤球啊，现在北京大概也没有这种煤球。北方一到，也差不多是十月，秋风一起啊，叶落知天下秋。有钱人呢，就往家里存粮食，还存什么？还存煤炭，煤不是炭，主要是煤，烧煤，一块块的煤。那个煤都有煤渣子啊，煤用完了，那个煤渣子黑黑的还可以烧，弄点黄土啊什么，北方的黄土都很黏呐、啊，弄点黄土，啊，然后把它弄成一块块，然后用那个做元宵一样，呜一摇都变成圆的，圆的球，还可以烧，烧第二次，烧完了之后还有穷人，我们说捡煤糊的啊，烧的黑的没有了，可是那个黄土还在，还有一点点黑的，他把它捡一捡，还可以再烧第二次。这是很穷的人了，见面当然是所以上帝是干嘛的？上帝是不管干嘛的，反正他把所有的都弄成圆的啊。我开头是什么？画个圆，对不对？画个圆什么意思啊？就这个意思啊。在那个时候，刚才说了，人自以为了不起，人定胜天。胜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快，多快？不知道，还是不知道，是不是？
现在我就感觉到这个太阳好强啊，以前没有那么强，刚到台湾的时候没有，为什么？现在因为捅了个洞，对不对？人，你了不起啊，你捅了个洞，你去补吧，会不会补？每年不晓得八强还是几强，现在多少强，开一次会，开一次会干嘛？吃一顿，然后签个名，又回家了。有没有找到牛啊去补天？没有，找不到，不会。所以你连这个都不会，我怎么晃了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什么时候晃？不知道。会裂多大的口子？不知道。你都是不知道哎，不知道比知道大的多，不知道的事情比知道的事情多得多。你人有什么了不起？说人定胜天，定了没有？问题是你定不了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会意字，是不是？这是形声字吗？不是形声字哦。天大地大，人怎么样？也大。人不愿意，所以他造个字，我就是大。这个是天，这个什么？顶天立地啊，这是立啊。立也是地。立跟地不是押韵吗？对，也押韵。马马虎虎呢，立的声音也可以得特讷勒是一个系统，马马虎虎混为一谈。所以顶天立地，天地都是什么？都是一。这个字是什么字啊？我问你们什么字，你们就应该说它是形声字。它什么声？这是它的声啊。所以哲学的哲跟吉声音一样的。不一样吧？一样不一样？闽南语念哲学的哲怎么说？不会。这个是入声字啊。国语只有四声，第一声、第二声都是平声，第一声叫阴平，第二声是阳平，第三是上声。上下的上念赏是第三声，去声第四声，国语只有四声，平赏去是入，是第四声，是入声。入声北方国语没有，我生在上海，上海有。我说北方南方大概以长江为界，差不多是这样。不过我发现苏北，江苏的北部，还有甚至于比较偏僻的山西，因为所谓山西，山西里面都比较山多，山东其实山不多，山西好像还有入声，入声是很短的，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数目字里面有几个是入声？一二三的一就是入声，二三四
都不是，五也不是，六就是了，六七也是，八也是，九不是，十也是，所以有五个入声。在现在的闽南语啊，这个入声字还分 PTK， 就是尾音啊。我说上海，我生在上海，有入声，可是分不出 PTK， 我分不出来，只知道它是入声，可是后面到底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不知道，分不出来。刚才说哪里？说这个天大地大人也大，所以人自以为大，真的大吗？不见得大，你捅了一个洞你就补不起来啊！你现在台风要来，你说我把你推走，推到菲律宾去，可以吗？做不到。就算做得到也不好意思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有什么了不起？人没什么了不起，人明明是老三，可是要做老二。虽然天不知道，你知道天有多高？天外面有没有天？不知道，啊，所以你们拿他没办法。可是脚踏实地，哎，我已经征服了地啊。你没什么了不起，你是个球，你有多深我知道，你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挖出来，你好像已经征服了啊，是吗？好，不管怎么说，人要怎么样，要做老二，至少不做老三，那做老二。所以人呢，常常跟二有关系了。对呀，这什么字？形声字啊，形什么声？不是，二是他的声音。对，都是。这叫什么？形声兼会意。可不可以兼？可以啊。你形声兼象形也可以啊，形声兼兼指示也可以啊。二也是人，人也是二。为什么？我常开玩笑说，人呢，应该用国语的四声。人的一辈子呢，第一声就是什么？扔啊，扔什么？你要舍得，舍得扔啊，该丢的丢。第二就刚才写的人呢，你做人就要有人心仁爱之心呢，你不可以做违背良心的事情。所以孔子说人呢，人一个人不能够活下去啊，你至少两个人才能有第二代吧，对不对？否则不绝种了吗？对呀、啊。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啊，你就要常常学忍耐，到最后呢，你就要认命了。已经活了八十多岁了，还不够本吗？够了，台湾的平均寿命，男人只有77啊，还是78，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是活多久，不管你怎么样，你就要认命。我说，我教了庄子教一辈子，虽然没有一辈子。我说过已经教40年了，教什么？就教一个字，什么字啊？命啊。
万般都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呢，不由人。你看，看看，打开电视一看，哦，高高兴兴的干嘛？结果嘣，出了车祸了。嗯，你怎么说？那就是命嘛。高高兴兴回家过节啊，怎么会出车祸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那是你的命啊。命跟什么有关系？命跟名有关系。嗯，有吗？有，怎么没有啊？老子不会背，会背两句吧？对呀，名可名，非常名，第二句啊。名就是命，命就是名。命是口令、会议。当兵就算没有当过兵也可以议会，是吧？天黑了，没有任何照明的情况，啊，我要来，什么人？今天的口令是茶杯，明天换口令是桌子。换了口令你不知道，还叫旧的口令，那怎么样？那一刀就杀过去，一枪就开过去了。口令会变的。天黑了，黄昏以后，你谁呀？我是某某啊，自报姓名啊，那好了，让你过了。所以意思是一样的，声音是一样的。所以常常有什么典礼啊，命名典礼啊，是吧？命名。老子的第二句话啊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我们常常有什么英雄啊？无名英雄啊。庄子说：“圣人无名。”他说：“真正的圣人是没有名的。圣人是什么？好人呢？这个穷人很穷，我捐一千万。捐一千万怎么样？弄个这么大的牌子在那里给大家照，这算圣人吗？”这是沽名钓誉啊！你捐一百万，那个广告叭叭叭叭几秒钟也值一百万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广告费很贵的。所以，有钱人选总统就一定选得上吗？不见得吧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怎么样？要花钱买票，买票行吗？买票就不合法了。所以道德，道是什么？道是个抽象的，不知道的万物之母。所以你不能说，你一说了怎么样，就落实，它就不是真正的了。所以为什么北冥有鱼，化而为鸟？你变成了鸟，
鱼叫不叫？鱼，你看它嘴巴动，它没有声音，是不是？鸟呢？有声音，听得懂听不懂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它是有。万物，你说它是物，它有没有？有啊，实体啊，有啊，抓在手里啊，抓在手里的这块肉，有啊，有吗？《红楼梦》怎么说？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还一句呢？无为有处，有还无啊。什么是有？什么是没有？我有啊，我有粉笔啊。对，你有粉笔，你能有多久？你能有一千年吗？不行啊。我过几天要把它给儿子了，因为我等不住，对不对？我还顶多活十年吧，二十年吧。万贯家财是有吗？哦，你有，你有几千年，有名，有名是有啊，是有大还是无大？有是有限呢，万物都是有，外面有一个无，万物都是物，只有一个东西是在外面，它是万物之母。万物之母，你不知道，你看不见，好像没有，只是好像没有，真的没有吗？哦，那个孩子好可怜，没有妈，怎么没有妈？没有妈，他哪里来？是他妈。嗯，好像三字经，我只说两个啊。要说脏话，说脏话，庄子开始啊，逍遥游前面两个字叫什么？北冥啊，北冥是什么？北冥就是北方的不清楚的啊，大海哦，真的啊，大海哦，一望无际，对，好像是海，真的吗？就是声音嘛，就什么，就是不一呀、啊。知道，你知道什么？知道就是一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一。为什么知是一？帝都，对不对？知念什么？念第一啊。那一二三的一不是鸡吗？古时候没有鸡七夕，都是得特，所以鸡就是第一。会不会念？这走路嘛，这不是行拆开了吗？小学一年级念这个吧，念什么？知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吃啊。
这都看过吧？这什么？都是滴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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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得到得到，这是什么？乌蝇来剃头，哎，剃头，什么叫剃头？剃头就是声音，剃头剃头。牛马，你叫它立正，它会立正吗？它站在那里没有动啊，可是它的脚要怎么样？剃头，剃头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回家吃完饭，哎。那100公尺以外的种的花有没有长起来？去看看吧。还要驾车吗？不必了，走路了。走路怎么样？滴咚滴咚。还没有天黑，隔壁邻居100公尺、50公尺，去看一看。来滴咚，来滴咚，哦，来滴咚，滴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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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样，滴咚就这样来了。就是低头低头，那一怎么会是低呢？一就是机器，机器就是德特。古时候没有所谓舌上，都是舌头，都是德特。所以鸡就是低，一二三的一就是低。所以知道就是低头，这什么字啊？这形声字。这个是形声字，直接的直啊，就是它的声音。总统府怎么走？从罗斯福路滴滴行，是不是滴滴行？所以这古时候都是滴滴，都是这样的声音。滴一二三的一就是这样。所以哲学系会不会念？是不是地？就是地行，地行。买东西打折怎么说？也应该是怕地。浙江会不会说？啊？都不会，所以德是什么？德就是直接内心的反应，就是凭良心。孟子说：“孺子将入于井，你是推一把还是拉一把？你直接内心的反应，当然是拉嘛，对不对？”所以孔子说：“人。”孟子认为太抽象了，啊，仁爱当然是对，可惜有的时候呢，还是要从内心去反省自己觉得如何啊，所以他就说应该是义，应该是自我中心来反省，直接内心的反应，这就是德。
你说你心很好，啊，我有良心，我直接反应就是，哎，看到有危险就拉他一把啊，看到人家帮人家忙，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你要做出来啊，你要行啊，你要做出来有表现，我才给你锦旗，我才给你奖状，是不是这样？政府表扬，表扬要什么？要有行为表现呢、啊？你说这个人是好人，好人，我怎么知道你是好人？你要有行为，你有德，要做出来，所以才加上这个编。这个什么呢？行声兼会意，是不是？所以叮叮叮。哲学啊，哲学求什么？求真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上帝怎么样？每一个宗教的上帝，他都代表的是真理。真理有几个？就是一个嘛，才是绝对真理啊！真理就这么一个。这么一个绝对真理，找到了吗？没有哎，什么时候找到？不知道哎，所以庄子的哲学就是什么？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办？去找啊，怎么找？不知道哎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庄子是庄子教吗？不是哎。他说：“我说你们做梦，我也在做梦啊，那不是废话吗？对呀、啊，所以我说你们来上课来干嘛？我就浇你们一盆冷水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上一年、上半年都一样，都是不知道来还是不知道回去。”因为真正的最高的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因为知止于不知，不知是个无限的。他说：“一尺之锤，日取其半。”锤是马鞭，啊，不管它什么，一尺。每天一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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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怎么样？万事不绝。是不是零？不是零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数学家。所以庄子是什么？是哲学家，是数学家，是文学家，是了不起的。我为什么要来教庄子？就这么简单。好了，下课了，是不是啊？要不要来上课？不要，不知道。我说过，我画一个圆就完了。可是考试的时候，你们不可以画圆，你们画圆，我也教务处也给画圆，那就不用了。